你听到过组里其他人对小明的评价是什么？你说这个，我又要跟大家吐槽了，就是不吐不快，快，就是这个事情，他工作这个强势，不只是我这样觉得，他也让我们很多其他的同事有这样的想法，然后还导致我被迫成为一个传话筒。其实我们原来的公司本来就是有一个主管的，他过来之后呢，就是跟人家是平级，但是只要觉得跟这个我们工作相关的，哎，他都要去管一下，就是手伸得贼长，然后人家就很不开心啊。但是他又知道我姐的脾气非常的急，然后又很强势，而且他说话就攻击性也很强，就吵架高手那种啊。然后人家就不敢跟他讲，不敢跟他说，所以他选择一个什么迂回战术，就是跟我讲，哎，然后再去通过我的口再传输给他。然后我就跟他说了，好嘛，给我一顿骂。就是我觉得这个事儿跟你没有任何关系，他们找你传话当然是因为你就是一个老好人个性，他不懂得拒绝人，他谁他都不拒绝，就是这个事儿如果你乐意为之那 OK， 那我就觉得无所谓。但是主要是他自己不开心，他每次去传完话了以后他都觉得很烦，为什么大家总找他。然后我就跟我妹讲，我说你可以让他们直接来找我，但是我也是想通过我去跟你讲一下大家现在对你的一些态度。而且我这个人本来就不是很擅长拒绝别人，这个应该你懂呀。我就是懂，所以我才让你去拒绝他们呀。那你是什么？你是一个垃圾中转站吗？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必要。我越来越觉得你双标了，你让他去学会拒绝，但在老板问他的时候你又希望他不去拒绝。我的天啊，我的天啊。没关系，我挺你。我就想说你们俩没有双标，没有双标。我双标，我就不会说在我给你安排工作的时候你内心里面强烈的愤怒和不满，然后老板给你安排别的组的事让你去做的时候你乐意加班到凌晨12点。我双标吗？这是什么情况？这个你对我有所隐瞒吗？他就长得老实，你们就看他长得老实，他在职场也这样，大家都觉得他好说话，都觉得我欺负他。不是，是这样，因为我自己是比较擅长数据分析这一块，然后我们老板呢就觉得，哎，那你擅长，我把别的组做的不是很好，然后他就说那别的组的你哎拿过来给你，你也做一做。没有。有绩效吗？没有。也没有，就是说无心的是吧？对。然后他就觉得说首先你为什么要同意老板接下来这个活儿，他就开始说我。其次就是你就算接了这个活儿，你也不至于去天天加班，因为那时候加班挺晚，有的时候加到12点。稍等，你因为加班会耽误他组里的活吗？就是你们团队的活吗？我觉得是，确实有点困。因为他第二天上午他完全没有状态工作呀，他本来就是做数据分析，他要在网上找各种案例，他第二天上午就这样，他完全没有状态。但是老板交代我这个事情，我没有办法拒绝他那个时候，而且我本来就不知道怎么去拒绝他。明白了，各位，哎，这不愧是表姐妹，都挺双标的，啊，都挺双标的。虽然说我没有拒绝老板，但是他给我安排的事儿我也没拒绝他呀。最后他说让我做还是个咱也是做了。那你是应该学着适度的拒绝了，幸亏你就这一个表姐，你这公司要有俩表姐，我告诉你，你都未必能坚持到40，你就早早的你要病退了，你都不是内退，你都是病退了。